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早安安晚安全日安，欢迎来到色豪放芒九宗罪。今天很高兴呢，就除了我之外还有大马 Sir。 喂，手拉马拉马来西亚的大马 Sir， 很多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可以帮下手点赞订阅和分享。最重要就是看清楚个订阅状况，订阅状况呢就是芒必執部、正向部同埋嘥冷氣都要幫我哋及一及啦。咁唔好意思啦，頭先即係有啲技術性嘅問題啊，咁即係好似入咗閘咁樣又出唔到閘，不過明明設定好曬嘅，咁好似突然之間又唔得咁樣。嗱咁即係咁樣，其實點解會咁咧？即係有啲嘢可能我唔識設定啦。啊，即系冇设定好咁嗱，呢个咧，即系讲句唔好意思，有时啲技术嘅嘢咧，我系即系老老实实，即系唔多识嘅吓。咁、第一样嘢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即系阿蔡 Sir 啊，佢就上咗庭啦。咁我哋都有节目讲过嘅，就许留山同阿尔德台咁，佢讲咗佢哋嘅睇法啦。嗱、咁。阿大 Sir 出征，咁佢就去到一个即系七号房嗰度揾个即系技师帮佢捻骨啦。嗱，咁咧呢单嘢咧就而家有人就好质疑阿蔡 Sir 嗰个角色啦，即系啲有预设立场嘅人咧就好质疑佢嘅角色。点解咧？嗱，因为咧即系大家都记得啦，如果有听我哋之前嗰个真。刑事侦缉档案咧，嗱佢嗰个第四被告嗰个大状咧就叫咩 Oliver 嘅，啊咁呢个大状当然系劲啦，咁佢咧就传召咗即系首任警务处国安处处长、现任警务处人事及训练处处长蔡展鹏，佢就召咗佢上庭，咁咧就问佢。阿蔡 Sir 喺去年嘅3月19号，即系警方扫黄行动期间咧，你咪同另外一个女子身处啊，即系嗰间按摩院啊 West Spa 嘅七号房里边咧，即系佢一间房间入边咧，咁蔡展鹏咧就答系，我2020年年中咧就开始光顾呢间按摩院噶啦。阿蔡 Sir 咁答啊，咁咧就曾经去过4到5次啊。咁喺警方行动前嘅一个星期咧，嗱，佢都有去啊，我有去揼骨啦，即系应该咧就系有啲腰酸背痛嗰啲，要去即系搵人帮佢捻一捻啦吓。即系咁呢个好正常嘅，即系我觉得就冇乜问题。咁当然有啲人又话喂，嗰啲警察嚟嘅，警察去呢啲场所唔系咁好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警察系圣人嚟噶嘛？我想问一下，啊圣人都可以去正经按摩喎，即系我嘅理解就系、是，冇错啊。咁、当然而家有啲人咧就话呢个阿 Sir 咧就根本应该隔扯佢，咁我啊觉得即系呢个讲法咧就夸咗好多咯。嗱、即系你去揼骨嘅，你会唔会理下佢有冇牌照咧？啊，即系我想问一下，即系。一般去揼骨的人会不会看清楚會有冇牌照？冇牌照噶，我不去啦。咁样啊，会唔会咁啊？嗱，即系呢个即系讲法话，佢专登去帮衬一间即系冇牌的按摩院，我觉得是不成立的呢、這个指控系啊。不过呢个系我当然是粗浅的睇法啦。啊，咁嗱，蔡展鹏佢出庭作供。咁當然同佢一齊喺七號房嗰位女技師咧，嗰位女技師其實就冇俾人告佢嘅喎，啊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喎，之前我哋都有節目有講到咧，啊即係嗰啲技師嗰啲名字都好得意嘅，啊咁又有疫情啦，又有元秋啦，或者秋香啦，嚇、啊、係有真嘅唔係講笑，嗰啲名字都好過癮嘅，嗱、咁當然啦嚇、即係。被人告的人就说他们是经营一个即作卖淫场所的处所，还有没有有效经营牌照的按摩院这样、啊、
咁當然啦，裁判官温兆明咧就裁定咗四個被告所有罪控罪表證成立嘅，咁係需要答辯啦，嚇。咁三個女被告咧就唔會作供，或者咧佢唔會傳召辯方證人嘅。咁當然剩翻低嗰個就係第四被告嗰個代表律師就係 Oliver Davis 啦。咁佢就傳召咗呢個蔡展鵬出嚟作供嘅。嗱，即係點解又要講翻啲背景呢，就係因為而家有啲人咧就開始話，哇蔡展鵬佢作供話自己即係冇接受過性服務喎。咁係咪即係幫嗰個第四被告頂咗啊？咁樣即係有啲人係質疑呢一樣嘢嘅。嗱，我自己認為咧，就係阿蔡 Sir 咧，佢上庭作供，其實任何人上庭作供都好咧，佢只能夠如實講嘅啫，只能夠如實講究竟我入去做乜嘢，有冇即係接受性服務，一定要如實去講嘅噃嚇。咁蔡展鵬其實就答咗係冇接受性服務噶啦，而呢間 Rest Spa 按摩院咧，即係亦都冇任何人曾經向佢建議可以提供性服務嚇。咁佢每次去幫襯咧，就逗留一個鐘咧就離開噶啦嚇。咁當然呢個辯方律師 Oliver Davis 咧，佢就問：阿蔡 Sir， 你有冇理由相信咧，即係呢間 Rest Spa 按摩院咧會提供性服務咧？咁蔡 Sir 咧就話：我唔清楚喎，我唔清楚喎。咁啊，即係控方律師佢亦都有問阿蔡 Sir 喎。咁佢問阿蔡 Sir 就話：喂，當日警察掃黃行動，你知唔知啊？嚇，有冇控制到嘅狀況啊？你係咪可以控制到嗰個場面㗎？咁蔡 Sir 咧就話：哦，我唔知佢哋掃黃，第一亦都唔係指揮呢、這個。行動嘅，即係控制唔到呢個行動嘅。咁佢亦都冇對即係按摩院入邊嘅人咧進行調查，即係亦都唔識佢哋嚇。嗱、咁當然控方亦都會問嘅。咁喂，按摩院有冇領牌咁樣，同埋認知係咪基於你嘅個人判斷咧咁樣？阿蔡 Sir 就話：係啊，我係。即係基於個人判斷嘅咋嚇，即係去呢個按摩院。咁其實講真，一般人佢都唔會咁敏感話去一間按摩院睇下佢有冇牌嘅。即係好坦白咁講，唔會問咯，唔會特登唔會問嘅，唔會問，唔會特登問，除非唔會特登問，除非你即係入到去見到一啲古古怪怪嘅嘢啫。係啊，但係睇起上嚟就冇嘅。點解我話睇起上嚟就冇咧？其實咧喺審訊第四日嘅時候咧，你如果冇聽咧，就可以聽翻第四日嘅時候咧。嗱，即係阿蔡 Sir 當時咧就應該喺七號房嗰度，當時應該係七號房。咁同阿蔡 Sir 一齊嗰個女子咧，就叫做朱小娟嚇、嗱，咁但係呢個朱小娟咧。其實呢，現在 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曾經是服務過另外一個放蛇警員郭 Sir 的。因為那個朱小娟呢，疑似呢，就是自己說是疑似而已，但是呢，這個Oliver Davis 呢，他就確認了的。這個Oliver Davis 就是那個大狀，他就確認了呢，那個朱小娟和曾經服務郭 Sir 的技師是同一個人嚟嘅，嗱咁即係嗱呢一樣嘢咧，某程度上咧就有人會質疑，我點解呢個 Jessica 佢好似可以做邪骨嘅喎？點解佢淨係對放蛇嘅警員郭 Sir 即係邀約提供呢個性服務，而冇對蔡 Sir 邀約咧？嗱咁有啲人就話蔡 Sir 講大話。嗱，即系而家喺網上咧，都有啲人喺度傳嘅，就誒蔡 Sir 講大話啦，即係分明係為咗自己佢嗰個面子問題，就所以唔講真話。嗱，我係要一定要講啊，蔡 Sir 係宣誓之下作供噶嘛，佢冇可能即係
发假誓噶嘛，啱唔啱啊？如果你哋班友有证据嘅话，你不如去告下蔡 Sir 发假誓好冇？系咪先啊？嗱咁咁强盛又共用只手会唔会传十九？唔知喎、啊，嗱唔知喎、啊，呢、這个系即系呢个真系唔清楚喎、啊，啊即系因为新冠呢个情况咧，其实就口沫比较多系嘛？即系堂食都会传染到，咁你话咁亲密嘅接触会唔会传染到咧？咁、我都唔知喎、啊，咁可能有消毒咧，用咗出手液咧，系咪先啊？应该都会出手液啦。咁收圈咧就我推拿咧都唔会问有冇牌，其实一般人都唔会嘅，一般人都唔会吓。咁、当然啦，即系而家蔡 Sir 嘅身份比较特殊啦，佢咁样即系上庭作供，一定系会有争议性噶。咁我哋想问一个问题，点解要讲咁多废话咧？之前就系、是、想问一个问题，其实你系咪真系可以一眼睇到一个墙咧系正骨定系斜骨咧？嗱，之前咧，我哋讲嗰几节啊，即系同呢一件案有关嘅节目咧，就有人话呢啲一听就知系斜骨墙啦，咁样。嗱、啊，咁我就觉得咧，你就好难话会系一睇就知系斜骨墙啦。虽然啊，佢系有得冲凉嘅，咁但系好坦白咁讲咧，喺美容院啊嗰啲咧，即系都系做按摩啊嗰啲噶啦，即系去美容院嗰啲，佢哋都系有得冲凉噶，好多时系都会要求啲客冲凉。其实有啲咩地方嗰啲按摩嘅地方系冇得冲凉咧？主要就系喺商场经营嗰啲嘅啫，即系你商场租几个铺，跟住你搵个人帮你按摩嗰啲，喂嗰啲咧就冇得冲凉嘅。但系好多其实按摩店咧都系有得冲凉嘅，即系有人话有得冲凉咧就等于斜骨咁样。呢、這个讲法我就觉得好唔合理喎。好多地方都有得冲凉，唔代表系斜骨嚟嘅吓。咁、当然蔡 Sir 佢今次系濑咗嘢啦吓。但系佢冇俾人隔扯嘅，而家有啲人就话要隔扯佢，即系网上有啲人要咁讲。其实我啊觉得真系冇乜必要隔扯佢嘅喎，那个情况系嗱，佢系去咗个按摩店，但系你都冇证据话佢有咩违规行为。即系如果佢系收咗片啊，去嗰度系帮个按摩店睇场嘅，咁又有证据指控佢，咁你可以隔扯佢，呢、这个系可以做嘅，咁但系而家唔系啊嘛，即系而家唔系咁样吓。咁啊 ，Winnie Lam 就话你去餐厅食饭啊，唔通次次入门口都问人哋有冇牌啊？冇错啦，即系有时佢打得开门做生意咧，你就觉得佢应该系有牌咯，系嘛？嗱、咁蔡展鹏佢去到一个骨墙，佢净系去揼正骨，咁我又唔觉得有咩出奇的。其实我的了解呢就咁嘅，有啲做推拿嗰啲女仔呢，其实佢有啲係真係有心去做推拿嘅。咁但係有个问题呢，就係香港其实好多揼骨嘅人呢，即係就唔係纯粹要去做推拿嘅，佢係要即係打埋 JJ 嘅。咁即係对于有啲女人嚟讲啊，即係做呢个行业嘅女人嚟讲，佢觉得都是一个工作嚟啫，加钱咪照做咯。即系有一部分系咁，当然有啲女人唔肯咁做啦。吓、咁，但系有啲场又系讲翻一句老土啲嘅，就系、是、难为正邪定分界嘅。即系呢啲从来都会有啲咁嘅嘢。有啲人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佢哋可能冇乜经验去呢啲场啦，或者佢哋纯粹去斜骨场咧，就觉得啲正骨场咧系唔会有得冲凉啊，或者唔会有即系一啲难为正邪定分界嘅嘢出现嘅。不过呢个我自己粗浅嘅睇法啫吓。咁啊，周少就话冇据点隔扯，孖粉肠冇脑，只系口锁可以俾人告吓。咁啊，深水埗赌棍就有法例话唔俾光顾无牌按摩院，我唔信咯。你因为有冇牌你唔知噶嘛，那个情况系吓。系。咁啊。Torresf 就话，而家佢已经犯咗中央嘅腐败行为，
佢唔被提早退休咧，已經算好彩。嗱，個情況就係咁嘅。如果佢去一個即係按摩店或者足浴店，呢啲唔算腐敗行為。即係你去按摩店、足浴店咧，都可以係一個健康嘅即係玩意或者活動嚟嘅嚇。咁、所以嚴格嚟講又唔算係腐敗嘅嚇。咁啊，強盛就話啦，如果蔡 Sir 係死蛇唔使湯，咪冇事發生過咯。嗱，Team GHK 就話要唱翻幾句《但為正邪定婚戒》，有大馬 Sir 歌神喺度，我使乜唱啊？係咪先？對抗命運，但我永不怕捱。過去現在難題仍引解，人生的彩筆沾上悲歡愛恨，描畫世上百千態，控制命運任我巧安排，看似夢幻凡人難盡了解，人間的好景給我一朝破壞，榮辱愛恨任分派，努力未願平賣，人性我沒法賤賣，今天死結應難解，努力興建盡情破壞，彼此也在捱。好，多謝多謝。好啦，嗱，即系呢个系难为正邪定婚戒啦吓。咁其实系个有啲即系铺头咧，你系根本好难知佢正定邪嘅。嗱，Tolasef 就话国内干部连足浴店都唔可以踏足啊。咁我嘅理解就唔系，我嘅理解就唔系。嗱，不过佢嘅理解系，咁我又话翻俾大家听，即系我嘅理解就唔系啊，即系。有些場所是盡量不要去，但是如果你說因為其實有些叫做水療中心那些呢，你說是不是真的不准去呢？其實我的理解不是的，水療中心都可以去的、水療中心它裡面現在管得很嚴的嘛，很多地方其實是、但是管得很嚴呢，裡面呢都有人做邪骨的，其實就很多都有的。其實它通常會見你消費得多，它就會跟你說，同埋見到你個樣咧，都唔似啲官啊嗰啲咁啊，會同你講話喂我哋上邊有得推油啊咁樣。佢好隱晦嘅，而家即係喺內地都係做得。咁喺香港嗰個情況就係、即係有啲人話佢嗰個隻腳嗰度有個淫笑笑哈哈，就係、邪骨噶啦咁樣。咁其實冇得分嘅，我講俾大家聽，唔係咁樣嘅，即係唔係咁樣嘅。嗱，即係我聽啲人講啦，我都係聽啲朋友講。其实咧喺香港咧有啲即系技师咧，佢哋有做邪骨嘅，咁但系咧佢哋系识得推拿嘅，真系。因为呢个社会揾食好难啊，即系大家要知道，所以有啲嘢你好难界定一间铺头佢有冇提供嗰啲服务嘅。嗱，即系有可能嘅情况咧就系、有啲按摩师咧。佢主要咧就係、提供正骨服務嘅，咁邪骨咧就係佢見到一啲即係有可能幫襯嘅人咧，先講出嚟話我哋可以提供呢個服務。佢即係都要睇你個樣夠唔夠即係衰咯嚇，即係個樣衰啲嗰啲人咧，通常就會有人問嘅啊。咁嗱八爪魚就冇證據，係冇證據嘅。咁啊都多謝翻加菲列同埋魅力嘅支持先，多謝你哋嚇。咁啊，深水埗賭棍又啱去鏈腳96,000，咁都好平嘅嚇。咁盼望又內地好嚴，都有邪骨。鄭 X 傑嗱，鄭文傑都俾人捉到啦。嗱，佢鄭文傑嗰度咧，我哋解釋過嘅，應該咧就唔喺嗰個牆嗰度捉佢做嘢嘅，應該係佢約咗嗰、那個技師出去嘅。佢啊即系。玩得不夠正，他想住可能是去下酒店啦嚇，即係舒服一下咁樣。咁但係嗰個情況咧，就係好多嗰啲出嚟做嗰啲女子咧，
佢嗰個身份證咧，其實係公安部咧已經盯上咗啊。因為而家你去酒店咧，佢一入門去要登記嘅，咁佢一登記咗咧就上嚟捉你噶啦。其實就會咁嘅嚇。咁啊，呢 Judy 就話林 Sir 個樣係點？咁我唔知啊。佢有兩個，一個林 Sir， 一個郭 Sir 呢單嘢。咁當然有啲人會話：哦，你哋幫編輯部咧都係盲撐警察噶啦，都係幫阿蔡 Sir 即係辯護嘅啫。咁佢唔需要辯護喎。我認為他在法庭不會說大話，因為在法庭說大話是會被人告一些很嚴重的罪行，那個嚴重性是大過冇面，即是你純粹冇面其實面懵好小事，人即是幾十歲人面懵懵即是一定會有幾禍的，是不是？即是還要說大話的話，其實說完大話被人真的揭穿了的話是更加面懵的，其实是。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说，那当然啦，那个Jessica 她都不会即踢爆啊蔡 Sir 的啦，那蔡 Sir 说什么都得啦，这样。那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的，因为呢那个 Jessica 呢叫什么朱小娟好像叫做，她根本呢即没必要讲大话的，也都是。因为已经有另外一个警察呢就讲了这个朱小娟呢就有提供这个即是打 JJ 的服务的。啊。他有没有必要这个朱小娟大家要记住不是被告来的这个。其实被告呢就是有三个人的。因为三个人为什么他会变成被告呢，其实去做提供性服务的人在香港呢不是犯法的。你經營的人才會犯法嘛，那為什麼即其他那些女被告會被人告呢，就是因為他們是負責去找技師回來、啊、那他負責去找技師回來，而那些技師呢就有提供這個性服務、啊、那技術上呢就是這樣所以才犯法的，就不是說、哦、我入了去、揼個骨或者有個女仔幫我即是打 JJ 咁就係、是、即係佢個女仔就犯法，唔係喎，係揾嗰個女仔翻嚟幫你打 JJ 嘅人有犯法咁樣嘅，其實係、那個法律就係咁樣嚇。咁、啊、當然，Tolosev 就三個被告咧係小娟、昌良直唔係小娟唔係被告嚟啦 ，Jessica 唔係被告嚟啦，依、這個一定要講翻清楚，你記搞錯咗啊 ，Tolosev。嗱，而家都要覆翻，即係嗰啲被告嗰啲名字，因為咧嗱，即係點解我話一定要講翻咧，就係、是、因為咧有啲人咧係搞亂咗啊。Jessica 佢係有向一個放蛇嘅警員郭 Sir 提供性服務，呢、這個 Jessica， 但係佢就唔係被告嚟嘅 Jessica 嚇。嗱、啊，而家要講下即係俾人告的人的人名先，第一个李奕晴，第一被告，第二个被告袁秋香，第三个被告就是张明芳，第四个被告呢就是胡炳雄、啊、就是这四个人是被告的，那个 Jessica 是没有被人告的，因为 Jessica 呢她没有介绍过其他技师给人，其实头三个阿姐呢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介绍了另外一些技师给放蛇的警员，而且那些技师呢就是提供或者他不是提供，他或者是怎么说 offer 了这个性服务。 那个技师呢他叫你问你、啊、我有性服务提供，他本身不犯法的，这样即是他做这一样东西 他不犯法的，但是他这个行为呢就会令到呢介绍那个技师给那个顾客的人呢就会犯法了。那个、法律就是这样的。啊啊、我是一个坏了的汪奴，他说不知道咸湿糖伯父上到会不会、点到秋香呢，那我不知道、啊、这个是。啊咁 Team HK 咧就话，蔡 Sir 咧就系、是、应该受过警察内部嘅调查，咁当然系啦，吓、啊。咁啊，Raymond Chang 就世界难捞，正骨邪骨 crossover， 其实不嬲都有呢啲嘢嘅，
佢又可以不嬲都有嘅，嚇、啊，即係嗱、即係有啲女仔咧，佢本身咧就做斜骨嘅，嗱、啊，即係我都知道有啲咁嘅情況，都聽啲朋友講。咁但係咧，佢就覺得咧，即係都要有門手藝嘅，就要幫人推拿嗰啲，佢、哋會去學嘅，即係佢哋唔係話即係純粹做斜骨，其實嗰啲女仔都知嘅。啊！即係嗰啲女仔都知佢純粹做斜骨做咗幾耐嘅，你要有門手藝先得噶嘛，係咪啊？有啲識諗啲嗰啲就會咁樣咯。咁有啲我自己知道咧，就係佢做做下咧就純粹就做正骨咯，係去轉型嘅，係會咁樣嘅嚇。咁啊，丁丁就話介紹有失收益就犯法，係啦，冇錯，係依個係咁嘅。咁啊 ，Line King 88咧就以前上內地咧嫖妓咧係會有一個。即係回鄉證嗰度會打一個印章，係啦，嗯，佢咧就因為以前回鄉證咧就好似護照咁嘅，咁咧佢要打一個嫖客印章，但係咧佢嫖嗰個咧佢抌喺唔係抌喺你嗰個人名嗰度隔離嘅喎，佢係抌喺你嗰個入境記錄嗰個印隔離嘅，咁咧所以有啲人咧就大膽到點咧，佢係將撕咗，抌係啦，搣咗佢。所以本回鄉證係特別薄嘅，回鄉證係特別薄嘅，就係咁樣啦。啊，咁啊，朱榮新就話睇金融小説都知啦，一般清流嘅頭牌都係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哇！啊，只係出賣色相，初嘢都唔會賣嗰啲咁貴。嗱，佢嗰啲係小説嚟嘅啫，嚇小説嚟啫，嚇。咁啊，心吹就話或者熟做。正骨勞損好大，咁係會嘅。佢哋嗱，即係因為我都有揼正骨嘅，佢哋會同你講咧，就其實佢哋咧一個禮拜咧，即係如果真係做正骨嗰啲按摩師咧，一個禮拜咧係最多翻四日工嘅啫。啊，就唔可以多過四日，因為多過四日咧就頂唔順嘅，其實就係、是、嚇。咁啊，係嗱，維面咧，我講講大曼嘅情況啊。嗱，為免咧啲客仔咧有所誤會，你係正啊邪啊咁樣，就避免好多尷尬嘅情況咧。有好多咧，如果係從事正嘅咧，喺嗰度一個好大嘅招牌嘅，請呢個顧客自重啊！我哋成日提供按摩服務，咁呢啲冇人理喎，我講俾你聽，嚇、啊，真係喎呢啲。呢啲冇人理喎，點解話冇人理咧？呢啲係此地無銀三百兩嘅啫。而且咧，嗰啲即係男或者女嘅技師咧，穿著都好正、好荒謬嘅，唔會睇到好多肉嘅。當然你即係啲客仔如果係夾硬喂一路鍥而不捨咁問咧，我就唔知道會唔會額外會有其他嘢提供啦。好多鋪頭都會有呢個牌嘅，叫人哋自重。但係咧，係到最後咧就係咁嘅，個經理咧就會出嚟同你講，我哋喺邊一層樓啊，嗰度有啲小姐可以做推油嘅。佢一定係咁喎，即係我自己嘅經驗都係喎。所以我就話呢個世界好多嘢都係難為正邪定分界就係咁啦。就係咧，你去到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我係去揼正骨嘅，我腰骨有勞損啊，嗰啲係要揾人搞下膊頭啊，嗰啲頸啊，嗰啲都係要揾人練嘅，因為即係自己做得少運動，同埋做運動咧都唔會做嗰啲即係叫做即係放鬆筋骨嗰啲運動嘅。咁其實去按摩咧就即係人哋幫你做運動，即係幫你嘅肌肉做運動咁樣。咁、當你的消費到了某一個水平咧，佢就會有人跟你講嘅。好多場都有，香港係咁，內地又係咁嘅。其實佢就會話：，我哋嗰邊有啲小姐推油喎、咁樣。咁你話你冇興趣，咁佢就唔會再問你嘅啦。其實就係、個情況就係、咁啊 ，Torresef 就話同阿按摩會將個客身上嘅毒推俾自己，所以不能日日做。咁我唔知道啦呢、這個。嗱，咁 Linling 就話其實正或邪嘅店咧係睇得出嘅，真嘅，其實係睇唔出嘅。我自己理解咧，就好多場咧，其實都係難為正邪定分界。我嘅經驗就係、是、
咁深水埗賭棍就邊個老細會喺門口寫邪骨牆？嗱，其實就咁嘅。如果你係根據嗰啲咩一四一嗰啲網站去咧，咁佢哋嗰啲當然係即係佢會寫明有邪骨，咁你去梗係邪骨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唔係經嗰個一四一網站去睇嘅，咁嗰個牆咧？佢有冇做嗰啲推油啊嗰啲嘅？你係唔會知嘅，即係或者嗰啲按摩師佢會唔會同你出街啊嗰啲？佢哋你係唔會知嘅，即係其實嗰個情況就係咁樣嘅嚇。咁 Sam 吹就話以前深圳都有中式、港式、自由式，咁我唔知啊呢、這個嚇。大式咧就唔識。啊、我唔知道啊，呢、這個嚇咁啊！我係一個壞咗嘅幫路啊，一四一俾人拉咗好耐，一四一好似個網站仲，其實我冇去過，即係我唔知嘅嚇、啊，即係我而即係而家講嗰啲嘢咧，其實我都係聽啲朋友講嘅，有好多嘢係深水埗賭棍講得啱，好多場係合家歡場，頂樓一樣估啊，係啊，因為嗱、啊，其實就咁嘅，好多有美容嘅，其實喺內地嗰個情況就咁，喺香港都係一樣。系啊，香港都系一样嘅，佢有做美容嘅，有啲即系有男女分布嘅。咁你谂住男女分布都系全部都系正经嘢啊？但其实就唔系嘅，即系佢有男女分布咧，佢都有一个位咧系会有啲场咧系会做啲邪嘢嘅。咁其实严格嚟讲咧，就唔系嗰个按摩院嗰、那个或者桑拿浴室嗰个经营范围嚟嘅，佢系带你去第二度嘅。O K， 咁嘅系啊。会唔会有一个情况出现啊？你帮衬咗我当你超过十次之外，你都系唔知有嘅咧？有可能嘅，因为嗱，即系咁样嘅，佢哋如果见到你个人咧喺电视度见过你咧，佢哋唔会轻易开口。你蔡 Sir 其实一定认得噶嘛，你喺电视见过佢噶啦，应该都你唔会开口问佢呢啲嘢嘅。即系我嘅睇法就系、是。啊、即因为啲出名嘅人咧去嫖咧，佢系有中间有淫媒噶嘛，啊 oh. 即系有宝仔嘅，系有淫媒呢一样嘢噶嘛，啊，咁所以有好多嘢系唔同嘅，啊，咁啊 Jackson Lee 就话罗湖关口都好似社长讲一样，正骨墙都有暗黑位做邪骨，系啊，佢拉你去第二度啊，佢又唔系嗰个，佢又唔系嗰个。即是正式的營範圍嚟嘅，嗱，即係佢哋，因為佢哋嗰啲牆咧好得意嘅，啲樓梯啊嗰啲咧，你根本入到去好似迷宮一樣啊！即係你冇人帶住去行咧，佢都唔知道去咗邊嘅嚇。咁即係為免大家撞口撞面，見到其他客仔嗰啲係嘛？喂，其他客仔冇所謂，因為佢嗱即係咁講，如果你去內地嗰啲水療咧，其實啲客仔咧都係大家都係打大赤辣浸大浴池噶，打大赤辣去桑拿噶啦。但是个问题咧就系、是、当你去完呢啲大浴池，喂，譬如佢擦晒背啊，嗰啲咩收咗脚啊嗰啲之后咧，有其他嘢要做咧，其实其他嘢要做即系推油嗰啲，佢就会带你去另一条楼梯嘅。嗯，嗰啲经理要即系知道你系一啲即系消费得多嘅客，又唔系嗰啲即系放蛇嘅人咧，佢先会俾你上去。其实做得好小心噶，其实系。即系生面口就面问啦，吓、啊。咁系啦，三面口面问。咁啊，强胜就话社长黑妈妈点认到样，实认到啊！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咧，系实认到嘅。从事行业嘅人咧，认人好叻噶。你帮衬过，你隔咗成大半年咁样再去啦，佢都认得你噶，好犀利噶。佢认到咧，佢就唔会提供某啲特殊服务噶啦，即系有啲人系认得嘅。嗯，吓、啊。咁啊，朱平新就话，即系东莞扫黄嘅时候仲夸张，扫黄嘅时候咧，俾网友发现嗰啲色情菜单，发现有八国联军套餐。嗱、啊，即系佢哋嗰啲玩到好癫嘅，又好多嘢嘅。佢哋嗰啲，我唔识啊，因为我都听人讲嘅啫，我自己就冇去嘅。咁但系嗱、啊，即系佢哋嗰啲人玩到好癫咧，就系点样咧？佢基本上咧就系入咗去咧系流连忘返嘅，唔想出翻嚟嘅。即系佢哋嗰啲人，所以就系、是。好麻烦，你话系咪黑妈妈咁样？嗱，即系好坦白讲啊，而家嗰啲墙咧，你入门口嘅时候咧，佢唔会黑妈妈嘅，即系你就算斜骨墙都唔会黑妈妈嘅。其实系，即系你唔系话咁容易可以认到斜骨墙，即系我嘅睇法就系咁样啊。
幫助以前即係未習主席未做嘅時候，內地啲骨牆真係好狼死，而家應該唔會啦。而家係地下化咯，即係個情況係嗱，即係我而家講緊，我都成兩年幾三年冇翻過內地啊。嗱，其實內地都係有嘅，其實內地都會有即係呢啲黑暗面嘅嘢嘅。我係好肯定話俾你聽，即係你唔係話佢掃咗就冇嘅，唔係咁樣嘅。佢哋只係好隱蔽咁樣經營，但係佢隱蔽得嚟咧，佢亦都係會有風險嘅，唔係零風險啊！你唔好以為喎，我哋呢個鐵鬥嗱唔係咁噶，唔係咁噶，即係佢哋而家有啲人咧就周圍同人講話有啲鐵鬥話咩解放軍睇場啊，嗰啲千祈唔好信。真的有些人还是这样讲的 ,TQ 线哪有那么多铁斗啊，即是现在要拉就拉得很劲的，其实现在是没有那么多铁斗，其实铁斗在十八大之后呢其实很多是封了的，他是整改的，他在门口摆了个牌，这个场已经整改了，这样真的是这样的，不是讲笑的。咁啊，舒立声就话内地 K 场都系，我试过唱唱下，有女招待入嚟，同事即刻叫我转房跟翻女 boss 坐。其实嗰个情况就系咁嘅，即系K 场咧，佢有好多咧系唔会有女招待嘅。而家喺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系好少有女招待嘅，但系喺二三线城市咧，仲系好多嘅。我哋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咧，郑州顶佢。明明咧個城市係封城嘅，嗰陣時疫情，佢有哦，即係陪酒，係啊，有陪酒嘅卡拉 OK 場竟然可以開，即係離曬譜嘅呢啲係，係離譜到不得了。嗱，咁你話疫情會唔會認唔到個人樣咁樣？其實咧，按摩之前咧應該都除口罩噶啦，即係我嘅理解就，所以應該會係認得，因為另外嗰啲阿 Sir 一望就望到知道係蔡 Sir 嚟。所以有些东西呢即是真的很难兜的。好了，即是讲到这里差不多了。那休息一阵回来呢，我们再讲另外一些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呢讲得太长了，已经讲了半个钟有多了。好，休息一阵回来我们再讲其他话题。好啦，翻翻嚟啦，吓咁咧，嗱，我而家睇紧我嘅手机啦，所以头先有啲杂声，讲句唔好意思先啊。咁点解要睇一睇手机咧？就系有啲网友就爆料，咁爆咗啲咩料咧？就话咧，而家有啲即系某啲 group 咧对啊古先生有好多负面批评，咁咧啲字眼咧就衰过粗口。即是我的看法就是大家都是要平常心去看这些。
因為香港呢其實就有班人呢就好想個社會高度政治化嘅，高度政治化同埋要分顏色啊，咁高度政治化同埋分顏色呢，佢哋有班人呢先至揾到食，其實就啊，即係佢哋又分顏色又會人身攻擊咁樣嘅，同埋即係有完一啲即係古先生嘅私人活嗰啲嘢，或者其實好簡單嘅，我就唔知道古先生私人生活係點嘅啦。其實老實實我係唔識佢嘅啊，即係佢係唔識我，應該咁講啊。佢喺呢度有可能有事嚟聽節目，可能啊，即係我唔需要為佢辯護。而家我哋要講翻就係、是，但係而家有班人咧就係捕風捉影，又話阿古先生經營嘅娛樂事業咧就好照顧啲網友咁樣。嗱，即係好認真咁講，古天樂咧，佢拍咁多部戲嘅一年，其實而家都拍好多戲嘅。佢係香港，我認為啦嚇，即係最多產嘅男演員，而且咧，佢係帶住一大班人咧，係揾食嘅。其實個情況就係、是，如果佢唔開戲咧，好多人咧係冇飯開嘅。我講個真相俾大家聽，即係有啲人喺度攻擊。古天樂之前咧，其實佢有冇諗過，或者有冇睇過，即係香港有幾多人咧，即係要黐住古天樂先有飯食嘅？即係我嘅睇法就係咁樣嚇。咁、有啲人喺度嚼嚇，即係古先生，咁我見到就好嬲嘅嚇。即係佢哋而家嗰班正義男型，佢就又講古先生嗰啲，其實都冇證據，都唔知係咩。咁佢又話古先生嗰啲私生活點樣？其實古先生有一樣嘢已經好值得大家學啦，就係佢好孝順佢媽咪，佢同媽咪嘅關係好好啦。喂，唔係個個做得到噶，個現實就係、是，即係我自己都老老實實我都做唔到啊！你要我同我阿媽同住都冇可能，其實就阿古先生仲同佢阿媽係一齊住添。是不是先啊？即是你想想一个即是讲真成五十岁人了还跟阿妈一起住的。你想想即是他是衰极都是有限的人，即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啊、你又要去批斗他，又说他是黄色，又说他照顾一些即是一隻某隻颜色的人。有些人还在我们留言，讲真。我遲啲都叫阿 James 會及實嘅刪咗呢啲留言佢。其實，喂，好老實講，古先生佢做過啲咩傷天害理嘅事先？佢冇啊。咁你話我佢拍啲戲，某啲戲嘅意識好不良。嗱，即係商業電影裏邊有好多都係意識不良嘅戲噶啦。嗱，即係仲有古先生佢拍嗰啲，即係有啲人話意識不良嗰啲戲，其實會有分級制噶嘛？香港係咪啊？啱唔啱啊？即系我又唔觉得有啲咩意识不良啊。同埋讲真，睇电影咧，冇错，即系里边一定有暴力、有色情噶啦。其实一定有呢啲咁嘅成分，呢啲系商业成分嚟嘅。你要一套电影完全冇呢啲成分，根本好难啊！即系因为人咧就系咁嘅嗱，人咧佢原始欲望咧就。是食和性这两样东西，食色性也嘛，这两个原始欲望。再推一个即是欲望呢会令人兴奋的东西就是暴力。啊、即是一定会有武打场面，一定会有、啊、即是几隐晦都好。你电视剧都有啦，即是很老实说是吧，即是电视剧都会，我记得一个很经典的，我不记得了什么电视剧了。即係講一個劇情咧，就俾人即係老強嘅，咁啊影住包米，咁啲米咧就滲出嚟，用呢、這個表達都幾隱晦啊！咁有啲隱喻，其實我唔覺得真係有啲咩問題喎，真係嚇，即係我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咁有啲人而家當然係乜都係即係提升到一個政治啦、政治化啦。或者讲真，如果你所有嘢都提升到政治化咧，系得搞政治揾食嗰啲人先要有着数嘅，个社会系冇着数嘅。啊，嗱咁啊 ，VPN Tech 就话成队工作人员咧，等于好多家庭等住开饭，冇错啦。其实就系、是、啊，同埋嗱，即系咁讲，
有些人就話佢做善事嗰啲係即係當宣傳，哇！即係希望小學嗰啲啊，或者好老實講，你話去做宣傳，你唔去做下宣傳，係咯，啱唔啱啊？阿卡永光又紅帽沙爾，係啊係啊，紅帽沙爾冇錯，紅帽沙爾好似俾人老強嗰個馬賽啊，好似係。啊！你讲得啱啊，卡永旺系红帽沙尔，我唔系因为嗰个系经典嚟嘅，即系香港都记得系马赛啊。我都记得有一包米撕开嗰啲米流出嚟，但系我唔记得边套剧啊嘛。唔系，我知道记得边个，因为马赛佢做即系电视剧嘅时候咧，佢个口音咧系真系好特别嘅，因为佢有少少口音。即係佢講廣東話少少，所以一定係記得係佢嘅。嗱，Tony Self 就話：正如王晶咧，佢俾人鬧粗製濫造，但係佢真係養咗好多家庭。喂，唔係喎，呢個世界好多時候都係要睇啲粗製濫造嘅戲嘅啫。喂，我都係嘅，即係講真，阿古先生有一段時間俾人叫佢做爛片王。喂，佢嗰啲爛片我出出都有睇嘅，即係唔係講笑嘅，係咪先？係嘛？即係呢啲。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問題唔係好似佢哋而家班人咁樣講，你咁樣搞啲負面批評啊，嗰啲即係出 post 喺度撩啊，又話佢私生活點樣啊？喂，即係你哋嗰班咩招招相講啊嗰啲人啊，根本係即係講真，你自己招自己啦，咁八爪魚龍阿妹，你講得啱啊，話你。是做宣传做善事，叫他们自己做下宣传下自己咯，是不是先啊？开翻十间八间小学先讲咯。人哋就系起出百几间喎，大佬，系咪先啊？即系你老尾百几间，你仲同人哋讲话我去做宣传？喂，呢啲就系好可恶嘅人，即系好 low 啊！嗰啲人其实系想用几句说话就盖过咗人哋咁辛苦嘅贡献啊！唔 L 系啊嘛你系啊，咁其实我哋好多网友都会有睇过古山嗰啲所谓嘅烂片，其实我唔觉得系烂片嚟嘅，即系包括即系我哋应该可能要重温一套咧，都俾人讲系烂片嘅戏里边嘅片段咧，我哋应该重温一次啊，唔紧要，我应该知系边个。喂，但系我好中意嗰啲戏嘅，其实我系成日都睇嘅，啊，即系工作到。好惨嘅时候咧，你有时都要睇下啲即系唔使点用脑谂嘅戏啊，去令到自己轻松一啲啊，系啊，系需要的啊。嗱咁Edward Leung 又话连出名勤力嘅刘德华咧都赞古生勤力，而家系得翻佢咋？香港影坛其实你睇下即系边个拍戏啊？系佢拍啫嘛。其实严格嚟讲，而家你睇下即系。我不是说其他人不拍戏，而是他就真的拍很多戏去令到整个行业可以继续运转。即是香港的情况是这样的。你如果记得呢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香港一年拍几百部戏的。嗯。现在香港一年是拍几十部戏的，你知不知道，在整个行业其实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这个是没办法的，其实就。即系唔系话即系香港已经冇咗优势，唔系呢一样，而系本身拍戏呢个行业咧，要天时地利人和嘅，有好多嘢都，因为有啲嘢咧，即系我都要讲讲嘅，即系香港港产片点解咁多人中意睇，即系嗰啲题材好自由啊，嗯，即系其实比起周围嘅地方系自由好多，所以系时势做英雄嗰阵时系。咁当周边嘅地方嗰个自由度提升嘅时候咧，你咪冇咗嗰个特色咯。其实就系咁样啫嘛。你而家韩国拍得仲夸张过港产片嘅，以前韩国边度有啲咁夸张片？而家佢拍到暴力，仲要暴力过你，啲血飙晒出嚟嘅啲韩国戏系。系啊，啊个观感系嗰、那个即系观能刺激系仲劲嘅，系拍到。佢拍到好夸张嘅，而家啲韩国片系啲人咪睇韩国片咯，啊，同埋再加上啲特技，哦，特技而家荷里活咪搞得好劲咯，有啲人中意睇特技噶嘛，有啲人啊又大堆头制作啊嘛，咁你大堆头制作系荷里活嘅啫，同埋喺内地，喺内地都系近呢十年嘅啫，其实就
你香港冇優勢喎，做唔到大隻，因為市場都唔夠大，咁咪越搞越縮咯。其實就係、是、咁，當丁就話古先生嗰、那個咩風暴咩風暴嘅 series 好好睇，咁係好好睇嘅。有啲人又要搏嘅，又話超 ICAC 邊度會揸槍007咁噶？梗唔會啦，戲嚟噶嘛。你到尾真係有時我睇到好嬲嘅，其實就嚇。Janet Ho 就好中意睇古先生嘅《乾柴烈火》，嗱嗰啲又係叫爛片嚟喎，嗰啲係。但我唔覺得即係有咩問題喎，即係有啲人話佢係爛片王，其實喂呢、這個都係磨練翻嗰、那個演技啊嗰啲嘢嘅啫，同埋。嗰陣時唔係淨係古先生拍爛片啊，係成個香港影壇都係要靠爛片去頂住啊嘛。其實係好大鑊噶，嗰陣時係好唔同噶。嗱好啦，唔緊要。嗱講到呢度咧，其實就差唔多啦。即係我都費事再講太多古先生。一間有人話你擦鞋咁樣，我費 Q 事。好啦，休息一陣啊，我哋睇下渣渣輝嘅舞蹈先。好，休息一陣。翻翻嚟啦，嗱，即系呢个系许留山制作嘅，一定要俾翻 credit 许留山先啦。嗱，即系大马 Sir 亦都唔会再唱呢个咩真实版啊，原版唔会再原版啦。好啦，咁啊翻嚟咧就讲下我哋呢度近排咧发生咗一单奇案，新西兰嘅奇案嚟嘅，劲啊呢、這个，呢单嘢就真系夸张不了，系早两日发生嘅啫。咁有一家人咧，咁佢哋咧就即系学呢个美国而家成日拍嗰啲剧集，话唔系剧集嗰啲 reality TV show， 嗰啲叫做真实电视节目啦，可以话系。咁咧佢就喺嗰啲迷你仓咧，啲迷你仓咧，因为有啲咧就隔咗一段时间咧就无人认领嘅啲迷你仓，咁咧就去投标嘅啲迷你仓系，因为咧有啲人咧就可以即系。投標可以賺錢嘅，即係呢啲臨尾買，即係買嗰啲廢棄咗嗰啲迷你倉裏邊嗰啲嘢。咁有家人咧就買咗一個迷你倉裏邊嘅嘢，一大堆嚇、啊，就將佢攞咗翻去屋企。咁啊，本來諗住係啲夾嚟嘅啫嚇，即係好少嘢啦，即係啲皮夾啊嗰啲，仲有啲即係旅行夾啊，上飛機寄倉嗰啲 size 嘅旅行夾。咁啊，當然我哋呢度嘅即係。價布咧通常都係咁嘅，嗱我屋企就冇，因為我屋企係好細嘅，啲住得比較大啲嘅地方咧，呢家人咧就住得比較大啲嘅地方，咁啊有個前後院嘅，咁喺個前院嗰度咧就將佢哋嗰啲即係戰利品咧就擺曬喺度，咁啊打開佢啦，嗯，啊一打開嗰啲夾嘅時候咧，竟然發現咗啲手手腳腳，哇，係腐敗緊嘅手手腳腳，腐敗緊即係。唔系最近嘅事咯，唔系最近嘅事嚟噶。其实而家我哋话呢单嘢根本就系一单奇案嚟，连呢度啲媒体都咁报。当然大家会好小心报道啦，啊，好小心咁报道啦。咁嗱，即系嗰家人咧，而家竟然咧就系因为太多警车佢屋企门口啦。咁咧，太多警车，同埋因为其实有啲做即系。
嗰啲叫法政先鋒啦，即係法政先鋒裏邊阿 Bobby 做啲工作嗰啲人咧，咁啊要又去要誒採證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佢離開咗呢個城市噶啦，已經係其實就係因為上個禮拜發現嘅呢單嘢係，咁佢哋就離開咗。咁呢單嘢而家就好大鑊啊！一打開咗，其實有啲人咧就話：哇，我聞到啲死貓嘅味道。嗯，幾大鑊。咁佢就當然有啲嘢咧就擺咗喺嗰個車道上邊啦，前院同車道啦。咁啊拆開嚟分類，哇！大鑊到不得了。啲鄰居咧就話：好明顯係有啲問題喎。最初以為係死貓，跟住見到警察嚟，知道唔係死貓，係大乸鑊嚇。咁啊～有些人咧仲講個粗口啦，X 你老 X 咁樣啊，英文版啊，啊我係聞到咁臭啊，嗱依家我會知啊，因為我係專係打野豬嘅，嗱、啊、我打野豬嘅時候咧，我聞過嗰啲會變味嗰啲即係屍體噶啦，啊嗰啲味係一樣嘅，所以我認為咧就死咗好耐嘅動物咁樣，嗱、啊、即係我咁樣講可能好笑，但嗱、啊、其實一啲都唔好笑。如果你買咗係、如果你買咗呢啲嘢咧，就梗係大乸鑊啦。咁嗱，件事咧就未完嘅，啊，件事未完嘅。而家媒體咧就喺個國家人嘅門口就守候啦。咁同埋咧，即係好多大白喺度啊。我哋即係成日見到好似內地嗰個疫情咁樣，有啲人著住大白，但係唔係抗疫嘅人員嚟嘅，佢哋嗰啲係法政人員嚟嘅。嗯嗯。咁其實即係好大鑊，跟住咧係 call 咗幾架黑箱車，係幾架唔係一架，因為咧好多咯。因为唔止一个人啊，呢、这个迷你仓里边系，哎呀，系好 Q 大镬啊！系咁嗱，跟住媒体嘅报道啊，根据媒体嘅报道嗱，就喺、是、发现咗即系呢啲咁嘅即系残肢嘅屋企嘅对面马路另一家人咧，佢就话、我睇到佢哋打开嗰啲行李箧啊，佢哋个反应系点啊？嗱。我咧就喺對面嗰度整緊我自己部車，喺嗰個車道度搞整車咧，跟住哦，我睇到佢哋嗰啲全部嗰啲反應啊，佢哋嚇親啊，全部都啊，咁、嗱、警察咧就話咧，而家嘅調查咧就話，相信咧就同嗰家人咧就冇關嘅呢件事，其實就嚇，咁、但係咧仲有好多嘢要調查嚇，咁咧尋日嘅時候咧，警察咧就離開咗。那個地址噶啦，已經係咁，但係咧啲法證人員咧而家都驗緊屍，因為呢單係嚴格嚟講係兇殺案嘅。嗱，我哋一定要好準確咁講，一定要好準確咁講，即係我哋唔能夠亂咁噏嘅，因為咧警察發言人咧就話咧，如果通過媒體進入呢個公眾嘅地方嘅信息咧，就係要準確同埋要負責任嘅。嗱，我哋都係好負責任嘅，所以我哋要講翻咧，嗱呢單案咧仲係調查緊嘅，咁。就不要亂咁猜測一啲細節，我哋講嘅嘢咧都係其他媒體講咗噶啦，已經係我哋就冇加鹽加醋嘅呢個係，因為而家係兇殺案、啊、不過公眾係好有興趣喎、啊，而家啊即係、我都諗住揸架車去嗰個地方睇一睇，但係咧嗰個地方咧其實係即係比較嚴格嚟講比較山卡拉，即係紅翻一啲咧，只能夠咁講啊！即係大家如果你明白，啊，即係好似成龍嗰套電影咁樣嚇、啊，即係紅番區嘅電影咁，誒、啊，嗰度就係比較紅翻啲嘅區域嚟嘅。啊，咁當然啦，公眾對呢件事好有興趣，但係警察咧就唔會再進一步發表評論噶啦，因為咧有好多調查要進行嘅。咁而家第一個任務咧就要確認嗰啲即係殘肢嘅身份。啊、如果知道嗰啲身份之后咧，就可以再去追查。咁有可能咧，嗱、我估啊，嗱，依家要讲翻啦，我哋好负责任嘅，但我都估一样嘢就系同嗰个迷你仓之前租嗰个人梗系有关啦。咁嗰个迷你仓佢先啦，梗系查佢啦。嗱、咁但系嗰个迷你仓嗰、那个租嗰个人咧，应该就离开咗纽西兰嘅。其实我估计就系咁。哦是一定是这样的，他其实我都讲一些就是这里的衰嘢给大家听，其实这里呢很多地方呢死了人是不会知道的，真的、在外国呢你不要以为呢、就是、个人死了很容易找得回、不是的，
在外國其實太多那些即樹林啊那些東西，即係樹林到死咗人咧，係可以即係十幾年都揾唔翻噶，係可以咁樣噶。所以即係有啲人咧去外國之前咧，其實一定要有心理準備嚇。咁啊小玉就話寫咗佢係浪費有錢，係，但係我可以影張相俾大家睇下啊嘛。講下笑啫，我都唔會嘅，我唔會嘅。嗱，即系我自己讲下笑嘅啫，呢度就我自己唔会去噶啦，因为我而家要即系开始践行呢个环保理念啊。点解要践行环保理念呢？就系因为地球先生病咗啦，今日我哋有一节节目都有讲到，所以一定要践行呢个环保理念，如果唔系就好大镬啦。做下林超英啦，嗱我冇开暖炉啊，今年我嗱即系我老婆同个仔咧，佢都有开。但我今年咧自己系一次暖炉都冇开啊！我而家系好劲啊！我系着多件衫，着多条裤，着多对袜咁样咋？嗱，我系好环保啊！我都要讲就系、是、嗱，咁啊，我喺个坏咗嘅网炉就话乜成龙去嘅唔系红灯区咩？啊，成龙唔使去红灯区嘅，成龙唔使红灯区。咁Eddie Ken 就话外国地方太大，人死咗未必有人知道，系啊。咁啊，嬲 Alan 就话如果真系影嘅，要开多一个惊吓台，可以摆晒冷气啊，可以实地去睇下啊。嗱，咁啊 ，Lin Lin 就话去电影魔界景点更好啦，最近就要上映啦。嗱，魔界电影咧就喺纽西兰拍嘅，系嗰个咩哈比人啊，嗰啲哈比村咧就喺纽西兰嘅。喂，又景点嚟噶嘛？是但是呃人的，即是我自己一次都没去过、oh. 即是我有一次有个亲戚来的，那、我老豆老母就带了去看。其实呢之前呢真是呃人的，因为呢他根本就是日久失修的，但是呢都照收不知六七十蚊这样，好贵贵的、oh. 所以我到现在都没去过，不是讲笑，我住在这里很多年都没去过。因為、我自己覺得那些是騙遊客的，所以我自己就不會去的。但是、現在拍的那個電視劇呢，即是魔界它現在有個電視劇是 Amazon 的，它第一季呢就在紐西蘭拍的，但第二季都不是，是去了英國拍，因為這裡封城呢，其實那些、即是拍攝的那些人來不到啊，還有他們覺得即是紐西蘭那種即是比較多限制的抗疫方式呢，他们接受不到，尤其是外国那些劇組，尤其是欧美那些劇組的人员，他基本上就是不来这里拍的。啊、这里的政府其实都帮到很多了，最对于那些演艺界其实给了很多钱下去津贴他们来这里拍的。嗯、但是使了钱都没有回报，很多时候这里的政府就是没办法的。使咗钱叫人嚟拍嘢，啲人系随时话：，唔拍啦，你嗰度太多限制咧，咁就唔嚟咯。就系咁。咁所以我系见到香港即系嗰啲政棍出嚟喺度狂闹呢个 Nicole Kidman 喺香港拍嘢咧，话佢有特权咧，我系即系睇到我系呆咗噶。其实香港嗰、那个影视行业咧，系好需要多啲公开嘅，就唔系。好似啲人講話，淨係黃友先做影視行業啊，所以由得佢影視行業死啦咁樣。即係有啲人係、那個態度係咁嘅。如果你睇下嗰啲咩《朝朝相降》嗰啲人嚟，係離曬譜嘅嚇。好啦，咁啊嗱，講到呢度咧就休息一陣啦。咁啊翻嚟咧，我再講下其他話題啊。咁呢個話題咧，如果嚇親大家就唔好意思啦嚇。休息一陣，翻嚟再講下其他話題。
翻翻嚟啦，咁而家咧今节咧就会讲下内地一啲即系衰嘢，咁讲完之后咧，我哋就会讲埋主题咧，咁呢节节目咧就完噶啦，咁可能咧就会做到几多点啊？而家几点啊？做到而家10:24。八个字之后做到八个字之后完咗支节目佢，唔好意思啊，因为迟咗开始今日，同埋我都好抱歉技术问题啊嘛，技术问题好抱歉吓，好对唔住，好抱歉。嗱咁喺内地咧，之前咧就出现咗一个官员吓，咁咧劲啊呢、這个，嗰个咧就叫佢就真系犀利，呢、這个叫卢恩光。咁呢条咁嘅契弟咧，啊点解话呢个官员系契弟啊？他在即系党嘅履历咧，所有嘢除咗个性别之外咧，全部都是假的。嗱，点解可以做到干部咧？呢、這个就是内地之前嗰啲贪腐的问题啊！嗱，佢系年龄造假、学历造假、入党材料造假、工作经历造假、家庭情况都是造假的五假干部。嗱，呢個咧就係、是中國紀檢監察雜誌裏邊嘅內容嚟嘅，我哋有引述翻呢啲啊。咁嗱、即係點解會發現到佢咧？其實咧就係有人當然係舉報信啦，就話佢嗰個成個 file 咧都係有嚴重做行為嘅。咁好啦，咁佢成個個人檔案咧就俾人查啦嚇，咁、啊。在2016年3月的时候咧，巡视干部咧就坐喺度睇，即系睇下佢一沓嗰啲个人资料。喂，睇佢嗰个简历咧，即系呢个叫做卢恩光嘅人，喂，好 Q K 吓嗱，但系佢个档案咧，喂，即系当然佢会分析啦，即系组织干部就会分析，喂，头尾衔接得好紧密。啲公章啊，啲領導簽字咧係非常齊喎、雖然咧喺嗰啲幹部任命文件裏邊咧有啲唔規範啊，有啲不跡咧又有啲懷疑，咁喂，但係都好難判定佢咩，但係個感覺咧就係唔啱數嚇。咁、好啦，咁當時中央第六巡視組副組長嘅陳旭光咧，佢就話：，佢1990年嘅时候填入党志愿书嘅、竟然咧就会讲到话要学习呢个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哦。咁、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咧就1992年嘅，咁点解可以喺1990年填嘅入党志愿书会讲到呢个邓小平嘅南巡讲话呢？哦，咁啊知道有啲嘢系唔啱数啦，吓咁啊再。详细调查，咁啊见到更加多嘅可疑细节，咁啊用咗2个月时间，2016年5月嘅时候，巡视组咧就发现咗呢个卢恩光，佢嘅 file 咧系好多嘢做假嘅，身份履历全部都有问题，跟住咧就送咗俾中央纪委，跟住一展开调查就乜都一串嘢抄晒出嚟，吓咁嗱呢个巡视组嘅组长陈旭光啦，佢就话。喂，睇佢干部履历表啊！喂，法学博士嚟嘅，法学博士仲有研究经历，系啊，系西门经法学博士、啊，佢仲系管理学博士添、啊，呢、這个系可以啊！阿卢恩光，但系嗱，同佢倾偈个言谈举止啊，喂，同佢高学历，即系咁高嘅研究能力，又好似即系冇乜关系、啊，好似。成日都系觉得咧，佢喺拉关系呢个方面嘅一个能力系几劲啫。啊，呢、這个卢恩光，跟住咧，原来顶佢肺呢个卢恩光咧，净系断断续续咁样先读完咗高中嘅。吓、啊，佢点解会有咁多学历咧？系假学历，复你个机。吓、啊，佢即系个职级不断晋升，跟住咧就完善自己嘅学历啦，本科、硕士、博士、文凭。一系咧就系买翻嚟嘅，吓一系咧就系人哋送翻嚟嘅，一系咧就靠运啊，即系昆人攞翻嚟嘅。嗱，复佢个机呢个卢恩光咧，真系贱到不得了。佢连年龄都系造假嘅。啊，点解要年龄造假咧？因为可以迟啲退休，做多几年官，呢条咁嘅合家常。吓、啊，
佢本来咧就1958年出世嘅，顶佢肺一改咧就改到1965年出世，即系即刻细咗七岁。咁咧就令到佢喺嗰个干部选拔里边咧就有咗年龄嘅优势。嗯，嗱，仲有屋企嘅情况都严重造假、哦，明明咧就有七个仔女嘅，净系报两个，啊，冇超生啊，得两个咋咁样。其他嗰五个仔女呢用嗰啲假手续啊，啊就摆咗啲亲戚屋企啊，就连卢恩光呢个名啊都唔系自己嘅本名嚟噶，好劲好劲啊，系自己改噶。咁恩光两个字嘅意思咧就系感恩父母光宗耀祖啊嗱。但是呢其实他本来呢不是做干部的，这条友是。这条友呢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呢，原来在老家呢其实就是做个体户做企业的。嗯啊、那他生产什么呢，就是双层玻璃杯。他生产的双层玻璃杯呢就好好卖。那很快呢就过亿身家的了。但是他就信一样东西，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咁、嗯、咧一心咧就谂住做官啊，咁而且咧去到咗一个嗱呢、这个系根据翻呢个纪检杂志嗰度讲啊，去到呢个痴狂嘅程度啊，咁喺92年嘅时候咧，呢、这个卢恩光睇到啲乡里里边有啲企业老板咧上边因为写住公司党委书记咁啊有个头衔，咁啊好羡慕啦，咁啊谂住唉求其入党吓、啊，即系混下先咁样。按正常程序咧，由申请入党诶开始咧，到真正入党咧，其实要一到两年嘅时间嘅。嗱，咁卢恩光咧，妖太 Q 慢啦，咁样我哋都要即食噶嘛。咁佢咧就饮揾咗呢个高庙黄乡党委书记叫做李恒军。咁李恒军咧就收咗卢恩光5000蚊，咁咧就突击发展佢入党。入党申请书和入党志愿书呢就是1992年一起写的一起交的，但是为了看起上来更加合理呢，就将那个申请书的时间呢就 mark 早了两年，所以呢就1990年呢就可以即看到92年邓小平南巡的讲、哦、话了、啊、这个识穿越的顶他的肺。好了，跟住混咗入党之后咧，咁卢恩光咧又通过即系工作经历造假咧，就混入公职人员嘅队伍吓。咁、啊、呢个卢恩光嘅企业咧，当时咧就挂靠喺高庙黄乡中学。咁咧佢就梗系出钱啦，叫当时嗰个校长咧就出张假嘅民办教师履历材料啊，俾钱噶，呢个俾钱搞噶。咁咧。他就拿这张这样的民办教师履历材料呢就申报转了做一个公办教师，那呢就拿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嗯，这些是、啊、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呢，这些是内地那些不好的东西都要讲，因为现在其实为什么要讲出来，现在国家不是不处理这些问题，国家是处理这些问题。好了，去到93年的时候呢，聊城地区就出台了民营企业家挂职科技副乡长的政策。咁咧，卢恩光就觉得哇这个机会嚟啦，咁佢咧就又跑又送咁样，咁当然是送礼啦，讲系嘛，即系呢啲即系地晒铺。咁佢咧就做了呢个高庙黄乡的科技副乡长。咁好快咧，呢、这个卢恩光咧。就做了这个乡党委副书记，本来是一个虚职来的，又变了实职、啊、93年的时候你看几快，一年而已，由虚职变实职、嗯、跟着呢他真的做官了。好了，去到97年年底，这个杨谷苑四大班子换届，这个卢恩光就觉得解决这个副院级就是一个关键的一步，
咁佢咧就攞咗好多钱，多方请托，结果咧就做咗咩咧？就做咗院嘅政协副主席，就变咗副院级啊！咁跟住，当然佢继续发展佢嘅仕途啦。咁咧就将自己个生意咧就转咗佢大佬啊、佢啲侄仔啊嗰啲人嘅名下。咁咧佢再向上一级冲刺。咁佢向上一级冲刺咧，又做一样嘢就系、是，一样掟钱。嗯啊，其实呢啲就系九十年代嗰个问题。佢掟钱系点咧？嗱、啊，即系九年五月嘅时候，山东省政协啊因人撤岗，咁咧就增设咗呢个老协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咁咧，将呢个卢恩光咧就调咗去做中心嘅副主任啊。咁二千年左右咧，又任命咗佢做中心主任，本来副主任啦，跟住俾咗佢做主任。啊，福利有机搞到个正处级干部翻嚟添。咁好啦，咁佢有晒快脑噶啦嘛，因为佢用咗嗱九二年去到二千年，其实都用咗八年时间，佢有晒快脑，做过好多，做过好多官职噶啦。其实全部都用钱买嘅，福利有街啊。咁跟住咧。就要做京官喎，呢、這个卢恩光啊，你老尾，即系因为我点解好嬲咧？见到呢啲人，呢啲人咧就系喺国家面上贴屎嘅呢啲人嚟啊。卢恩光佢做京官吓，咁、啊、觉得咁啊点做咧？咁啊喺中国残联下属嘅华夏时报社，咁咧就做咗佢入京嘅第一块跳板啦。咁咧，二零零一年佢点咧？佢就喺自己企业嗰度攞五百万出嚟。跟住咧，就通过其他嘅企业就捐咗俾华夏时报社，就讲大话啦，就话我呢啲捐款咧，我拉翻嚟噶，唔系我俾噶啦，即系啲钱唔系我嘅，我拉翻嚟嘅捐款。咁咧，佢就调咗入去呢个华夏时报社嗰度做官啦，就副局级啊。咁二零零三年嘅时候咧。佢又想升级啦，咁佢又再拉一千万翻嚟赞助，其实都系自己嘅生意呕一千万出嚟啊！哇，劲啊！呢条友都几狼啊！系啊，好狼死啊！其实有啲人就削尖个脑袋做呢啲嘢，喺内地其实九十年代就系一个疯狂嘅年代嚟，九十年代二千年系疯狂嘅时代，但系出得嚟行咧，迟早要还嘅，其实就系、是。咁好啦，一九九七年到二零零三年咧，呢、這个就系卢恩光佢个嗰个做官嘅仕途咧，系一个叫高速发展期啊。咁咧，佢一年咧就转一份工噶，六年咧系升咗六级，啊系犀利到不得了。咁当然呢个火箭速度咧，后边梗系要靠钱去堆砌啦。佢由副科级咧就去到正局级，啊犀利到不得了，坐火箭一样。嗱，咁去咗北京。做咗政局级，咁卢恩光就觉得，超报社啫，都唔系党政机关，根本咧都唔系从政嘅主战场嚟嘅。佢专登咧就要想入政法组织纪检呢个系统，话俾呢啲人入咗去就真系冚家祥啦。啊，跟住之后结果佢系入到去嘅，啊，调咗去司法部。咁咧呢个卢恩光咧就喺司法部隔篱咧租咗间屋，七年嚟咧都冇翻屋企嘅。全副心机摆晒落去投机转型，每晚翻到去租住嘅地方都要反思当日嘅情况，啊，每日瞓觉之前咧都要默诵知足常乐老天厚爱，你已经功成名就，瞓觉。咁第二朝咧就再激励自己继续奋斗，就话咧不知足常进取。功名就在前边，努力前行，犀唔犀利啊？犀利，犀利到不得了啊！即基本上咧，佢就好勤力嘅啊，但系佢勤力得嚟咧，就当然系专系做啲衰嘢啦。你一个勤力嘅人做衰嘢咧，对个社会嚟讲嘅破坏都好大。嗱，卢恩光点解可以入咗司法部，再做咗副部级干部呢？
其實司法部的有關領導是有重大的責任的。當年呢，這個盧恩光為了經營和領導的關係呢，就用了很多力水的。咁喺組織選拔副部級幹部嘅時候咧，就有關領導咧就多次推薦佢。嚇、啊，佢係點做嘅咧？嗱，呢啲唔好學啊，即係呢啲係衰嘢嚟。嗱、啊，佢對領導嘅生活咧，可以話係關心照顧到無微不至嘅。每個禮拜都去領導同志屋企送菜啊，送水果。肉食半成品，咩书架坏咗啊，钉钉修修补补啊，全部都佢服务嘅。嗯，啊，嗱呢个咧就系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嘅人员李伟元讲嘅。咁咧，卢恩光咧佢仲自己制定咗三个狠爪，两个满意，三个狠爪咧就狠爪工作、狠爪领导、狠爪群众啊。满意咧就系、是、要领导满意，要群众满意啊！咁佢点样搞到满意呢？就系、是、不断贿赂啲人，黐下线嘅啫。嗱、啊，即系佢系点咧？佢话嗱，佢、啊、嘅意思就系、是、最初你睇到好似好正面咁，但其实佢系复佢嘅机，佢系不断贿赂人嘅，佢系造假升职，不断系。结果咧有廿几个不同层级嘅。党员领导干部就受贿、啊、有很多收过呢个卢恩光好处的人咧，后来听到佢，喂，佢做了副部级啊，嗯，顶，咁佢自己都觉得自己，喂，有冇搞错？我都搞到啲荒唐嘢出嚟，呢、這个真系荒唐镜嚟嘅，吓、啊，即系去到副部级咁 Q 劲，好啦。即系而家咧，其实呢单案咧系扯到嗰啲即系省部级干部咧，都因为管党治党失职失责，被严肃追责嘅而家吓。嗱、啊，即系当然佢咁样去到搞到副部级咧，其实个心态咧一直都有变化嘅。嗱、啊，佢最初咧，即系点解想做官咧？就系、是、因为你有个官身咧，又有好多嘢方便嘅吓、啊，即系。尤其是九十年代，你几大老板都好啦，你同嗰啲即系院里边嘅科局嗰啲人咧一齐食饭咧，你企业老板咧都要坐在下边嘅，嗱、啊、即系要坐即系台尾啊嗰啲咁嘅嘢，嗱、啊、你科局级咧就可以上即系主家席啊嗰啲咁啦吓，嗯嗯，嗱、啊、即系佢搞好多呢啲啊，嗱佢即系又搞咩科技副乡长，其实嗰啲买翻嚟嘅。嗱，其实呢个咧就系、是、官本位嗰个文化，同埋呢啲系其实深入咗好多人嘅骨髓嘅，即、就、系、是、我都要讲，尤其是北方啊。嗱，点解我嗱呢、这个一定唔能够即系话我系地域黑，但系北方人咧好 Q 多都系咁嘅。嗱，即系我都要讲翻个真话俾大家听。啊，而家好少少咧，但系嗰个年代啊，真系黐 Q 线嘅啊。佢就覺得自己做咗官咧就好高興啦，咁啊光宗耀祖啦，咁咧去到佢老豆老母嗰個墳前咧，真係要好好咁拜祭嘅啊！咁人哋叫佢咩董事長啊，咩盧總啊，啲人咧同佢講咩盧總咧，佢心裏邊咧竟然係好唔開心。而家咧個個都叫乜總乜總啊！以前咧，喂我都副鄉長啦，都唔叫官職嘅咁。咁佢做咗呢个副院级干部之后咧，佢都觉得喂都唔系好妥啫，啲人全部都当我系即系一个企业老板啊，就唔当我做领导啊，咁好失望咯咁样吓。咁咧佢就喺日记嗰度写吓，冇呢个壳咧就生唔到我出嚟，离唔开呢个壳咧我就生唔大。呢个壳咧就系咩咧？就系佢嘅企业。啊、即是他的企业是令到他很有钱，但是他如果要在官场上升职，那个企业的利益呢就要放弃、啊、全部转移晒去他阿哥侄仔的名下、啊、但是其实到落马之前呢，他自己呢都在严密控制这些企业的，嗯，这些企业赚了钱就拿来做什么？
行贿犯罪，系啊，买职务级别买官。嗱、啊，這個、呢个咧喺秦氏利剑嘅节目里边咧都有讲过嘅。啊，呢、這个卢恩光咧之后系做到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啊，佢系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同埋公职嘅。啊嗱，咁當然嗱，我講到呢度咧，其實就話俾大家聽咧，即係國家咧有好多嘢已經改變咗噶啦，即係呢啲嘢咧喺九十年代、二千年嘅時候可以即係發生，而家咧唔係話完全冇可能，而家呢啲嘢會少咗好多，同埋喺九十年代、二千年發生嘅嘢係會追究噶，係會追究噶，唔係話。过咗海就是神仙，不是这样的。啊、即是现在中央提出这个从严治党呢，其实他一听到都咬底的。即是这个卢恩光是。他做了副部长他都觉得自己会拿东西。因为造假嘛，是不是你就算之后有利益了，翻转头都是会看看你做过什么假的嘛，那情况就是。啊、所以呢我都是讲到这里啦，即是不是说要讲衰国内，而是你要知道以前的情况是怎样，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你才会知道国家是不断进步，是吧？好了，讲到这里，有人就说香港的政棍都大把特权，我们都没办法的，是不是？我们真的没办法的，这个是，是这样的啦，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我们好无奈噶啦，即系点啊？可以点啊？唔通话我好反对嗰啲政棍啊？啊咁，所以我觉得有时都系要平常心嘅，即系迟早有一日咧，佢哋呢班人会濑嘢嘅。但系几时我哋唔知道啊？我哋只能够保持住咧，即系见到佢哋做啲衰嘢嘅时候就揭穿佢哋咯，系啦，踢爆佢哋啊！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咧就休息一阵啦。大 N 的 fan 亦都多谢你嘅支持，感谢你。多谢。咁咧，多谢。仲有就系、是，好似仲除咗大 N 的 fan 之外，仲有，不过搵唔翻啊。Anyway， 唔紧要啦。如果有其他网友有 super chat， 多谢你哋，多谢晒啊。多谢。咁啊，拖拉声就话习主席所以要拨乱反正，其实如果唔拨乱反正咧，系会亡国嘅。呢、這个系，亦都会亡党嘅。吓、啊，咁啊，何苦就话以前内地实在太不可思议，其实。你要明白咧，有啲地方咧，佢哋嗰啲人嗰啲思维咧，同清朝冇分别嘅。我讲个真话俾大家听，所以点解我哋笑某啲人嗰个思维咧系清朝文咧？其实就系佢哋嗰啲思维同清朝人系冇分别噶，佢唔知道已经隔咗命噶啦，佢唔知啊。有啲人系我话俾大家听啊。咁啊，所以大家平常心睇啦，有啲嘢咁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讲主题，休息一阵。Thank you.
好啦，翻翻嚟啦，咁有啲网友嘅留言咧，嗱，因为时间关系咧，我今晚就唔读啦。咁而家咧，我哋讲下个主题。嗱，呢单嘢咧就系、是、我哋呢度有一个即系新西兰人啦。咁佢就去美国探亲，咁啊好唔好彩咧？去到美国嘅时候咧就肺炎。咁肺炎啊，当然即系要入医院啦。即系你严重肺炎咁，因为要呼吸机啊，又呢样嗰样咧，咁系要即系入医院住翻阵啦。咁嗱，冇事喎，执翻条命，好好彩啊！即系肺炎其实会死人噶嘛。咁嗱，嗰日姐就好好彩，执翻条命。但系咧，佢出翻嚟嘅时候咧，就发现嗰个医院嘅账单咧就系、是、过百万港纸。我系够力。大镬啊！嗱，即系而家佢嘅当然即系出咗嚟众筹啦。咁其实喺美国咧，那个医疗费用咧，尤其是你唔系当地人嘅话咧，那个医疗费用系根本就系好贵嘅。就算咧你有旅游保险咧，都 claim 唔晒嘅，因为你冇理由买几百蚊保险咧，保险公司赔几百万俾你嘅，即系呢个就即系冇乜可能嘅。咁系过百万嘅医疗费用啊，就喺美国啊。因为佢系好严重啊，系入咗去深切治疗嘅，直情系啊，佢其实就系探亲，搞到深切治疗入咗去吓，咁啊，当然啦，即系个肺里边咧，仲有啲积水啊，嗰啲咁嘅嘢啊，咁即系呢个就当然系大镬到不得了啦吓，咁凄惨噶啦，而家咁嘅情况系唯有靠众筹去解决个账单。嗱，咁即係好老實咁講啦。我覺得咧呢度啲人咧都唔敢俾咁多錢佢。呢條債咧都係到最後咧都係要即係將佢轉移咗去銀行嗰度啦。即係我操錢嘅睇法就係應該冇人會幫佢找咗條數嘅嚇。因為呢度啲人咧而家嗰個經濟環境其實都係唔係幾好嘅。好多人個即係生意又唔好，人工又即係有減人工嘅情況添。有啲人係。啊、所以当然是大祸啦。咁、啊、佢呢、這个阿姐都好感恩嘅，咁佢就即系当然喺美国嘅医护人员咧，其实就救咗佢嘅。啊，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太贵，即系依个肺炎咧系要百几万港纸嘅。咁嗱，呢啲唔系个别例子嚟，我话俾大家听。在美國的話，如果你真的遇到意外的話，你沒有、合適的保險的話，你是條數是要自己找，條數是可以很貴的、啊、貴到不得了、啊、SL 說沒有保險很貴，看電視說過，就算有保險呢都不一定保得完、啊、MC2030 回到紐西蘭的了，是啊，是不是唐人？不是唐人来的，是赌人、啊、是赌人、啊、盼望在外国看医生真的很贵，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全世界其实都一样的，所以去旅行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要小心一点，你买医疗保险或者买那些旅游保险呢要看清楚它保你几多，就是那些医疗费用、啊、这个真的要看清楚，不是度度都可以即系赔到足嘅，其实系。咁啊 ，MH2030 咧就即系起码冇见死不救，咁其实都系算好彩啊！呢一方面就真系算好彩啊！咁 VPN 听就保险都 cover 唔晒，系啊，保险系 cover 唔晒啊！呢单嘢佢大镬就系咁样，你个情况就系咁嘅，你喺外国咧，好多地方都系嘅，你。个医疗咧，其实你一般当地人咧就补贴咗嘅，所以你觉得都系几廿蚊啫，或者住个医院可能唔使钱嘅，有啲地方。但系你系外国人去到咧，你就要找数嘅，佢就唔会唔医你，但系咧你到最后咧就要争佢钱，系要咁样嘅吓。咁、啊、所以大家都系要警惕呢一样嘢吓，系。啊咁啊，莫叫姐姐又冇錢唔好病，系啊，冇錢系唔好病，同埋旅行都系要小心嘅，即系有好多嘢，即系当然最好梗系保持身体健康啦，但系有啲嘢你讲唔埋啊嘛，即系点解一个人会无 Q 端端有肺炎咧？你唔知嘅喎，其实就啊，好后生噶，佢女事主，
系啊，本来大马 Sir 咧就做咗个落个封面度，咁我费事啦，因为佢而家仲众筹紧嘅。好，佢嗰度众筹咧，佢而家就众筹呢度23万呢度嘅钱，咁嗰条数咧就喺美金嚟讲咧14.7万，其实都好多钱啊，真系啊，即系我就觉得即系执翻条命系好事嚟嘅，但系呢条数实在太大咯，如果要孭住呢条数吓。咁佢冇辦法噶咯，即系佢都系要卖楼啊，或者咩去还翻条数嘅，即系我嘅睇法就，因为佢嘅情况就咁，即系佢系去到美国嘅时候咧就气促，咁气促咧就知道佢肺炎啊，咁即系严重啊，吓，即系佢呢个叫肺炎球菌肺炎，咁喺边度惹翻嚟咧唔知喎。即是如果你说新冠肺炎樣那你都知道是新冠，但是不是现在有其他病其实个市面上。所以大家都是我的看法呢，就是出埠都是要小心的。还有呢，就是能够打疫苗的东西就打齐它。即是我们都是提醒大家这一样东西。为什么提醒大家这一样东西呢？现在那些唔知點解嗰啲病毒啊，其實好似消滅咗啊，都翻翻嚟。佢好似之前喺紐約佢哋嗰個污水嗰度咧，又揾到小兒麻痹症嘅病毒。嗱，其實美國冇小兒麻痹症好耐噶啦，啊，有冇幾十年啊？有20年啊，應該。如果我冇記錯，睇之前睇啲報道咧，就話有20年佢哋冇小兒麻痹症，但係咧，因為而家做開污水檢測啊嘛。啊！而家即系佢新冠嗰度又会做污水检测嘅，咁而家就唔会净系验新冠嘅，佢因为嗰个污水检测咧发现咗好有用，佢就会验埋咧里边有冇其他病原体嘅。而家即系佢验呢个污水，因为其实新冠系令到有啲嘢改变咗。以前验污水咧，通常验咩咧？就系验下睇下有冇啲白菌啊嗰啲咁嘅嘢。即系点解会验有冇白菌咧？就系、是、警察用嘅呢个样嘢就，佢验到有白菌咧，就大概知道边个地方咧。就有人賣呢啲咁嘅嘢，或者製造呢啲咁嘅嘢。咁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係嗰個污水檢測咧，就攞嚟做好多唔同嘅嘢，譬如睇下有咩病原體啊，有咩唔知嘅疫症啊嗰啲，即係佢可能可以早啲知道一個地方咧，佢有冇問題啊，即係有冇一啲衛生醫療系統可能會受到衝擊嘅問題。咁竟然系驗到呢個小兒麻痹，咁小兒麻痹嗱，即系咁講，而家美國嗰邊咧都叫人即系接種多一嘢，因為如果小朋友嘅時候接種咗嘅話咧，即系你大個咧可能係冇曬免疫力嘅，咁而家佢哋都叫人即系接種翻，咁仲有另外嗱，當然有其他病啦，即係好似喉痘嗰啲咁樣啦。但一定要記得啊，唔係淨係同志先會有喉痘嘅，即係而家啲人咧就喺度講話，淨係同志先有喉痘。喂，唔係噶，唔係同，即係其實呢啲病咧，冇錯係喺同志群組裏邊爆發先，但係啲同志會接觸其他人噶嘛，咁所以結果係又會惹到周圍都係嘅，其實係。當然，社會上有啲人咧就覺得即係喉痘同同性戀畫上等號咁樣嗱，呢、這個我哋都要講翻清楚，唔係咁樣樣啊！啊，因為而家好慘嘅情況咧，就係啲人咧覺得，哎喂，係同志先會有喉痘，佢結果咧就唔關注呢個病啊，同埋咧即係覺得，喂，呢、這個喉痘同嗰啲彩虹人物關係太密切咯，咁可以歧視下啲彩虹人咯，咁嗱呢個又係唔好嘅，其實係啊，咁所以。即系而家个嘅情况咧，就系呢个世界咧，即系多咗好多嗰啲古灵精怪嗰啲疫病噶啦，所以大家都系小心谨慎一啲好啊，千祈唔好话大安旨意，唉，冇事嘅，后生啊，出去旅游啊，乜差嘢都唔使安排，你乜差嘢都唔使安排，就好似呢个阿姐咁样，谂住可以众筹找数，即系好老实讲啊，即系我都即系讲句粗浅嘅睇法俾大家听。众筹都唔会有人找帮佢找，佢众筹最多可能收到几皮嘢翻嚟，即系我嘅睇法就系几皮嘢就收到嘅，免费钱可以收几皮嘢，但系佢到最后都系要孭，我最保守嘅估计咧，起码都要孭翻几十万港纸嘅数，吓，因为冇人会掟咁多钱出嚟帮佢找嘅，个现实就系、是、啲有钱人大把嘢做啦，使乜即系帮你嘅，个现实就系、是。
啊，即係我自己咧就俾咗$10佢啊，就咁啦啊。你話叫俾多啲都冇噶啦，其實即係講句老實話，即係呢啲係即係自己有責任嘅，其實係啊。咁好啦，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啊，差唔多啦，休息一陣咧，咁就完噶啦。咁啊，會播下音樂先嘅。咁嗯啊，聽朝見啦，係咁先，拜拜，再見。